过去呢，象征高富帅的三高男已经落伍了，符合我们新时代女性的最新诉求是四居好男人，意思呢就是好透气、好自在、好服帖、好安心。最要不得的是，绝对碰不得的 NG 男。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本周五晚上10点，莫非这就是爱情？